高段位姐姐对付情敌，简直不要太猛了！这集心动六中，刚离职的女三小猴与女七杨汝晴都来自同个大厂。然而2001年的女三小猴人气最高，清华北大学霸气追她，而白天的她当众选择了清华学霸小孙。我选小孙。为什么是小孙啊？我不知道。但晚上的他却心意大反转，将心动短信投给了北大男三侯卓成，甚至还开始拒绝了清华学霸的邀约。应该是不可以让你们露面，但是我再多给你。你还是拿着吧。然而95年的女七杨汝晴同样喜欢北大学霸侯卓成，即使知道他眼里只有他，但他完全不服输。看到情敌小侯与喜欢的男生一起做饭，他完全不给他们独处的机会。我就看着你俩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哎呦妈呀！而与心仪男生看烟花时，他也是不忘回怼情敌。放炮吗？没了。啊！快乐就是转瞬即逝。哦。而他即使知道心仪的他又再次去邀约了女三小侯时，他也依旧向他主动表白心意。然后有可能，你也不是，但也没关系。所以你觉得北大学霸究竟和谁更般配呢？